谢你们让我搭顺风车。要是我那人图亚卡普丹死在天图之中，可是萨尔贡的一大损失。没听说过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这个名字会变得无人不知。博士，我代表一位尊贵的帕夏来与您商议在他领地上的合作项目。我的名字是朱娜佩卡佩萨奇特哈特谢普苏特，但朋友们都叫我佩佩。小羊们已经在那边开始野餐了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